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地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藉着道成为了肉身。主耶稣有恩典有真理的来到世上，叫我们知道你的话语都是可行的。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大流行的时代，活出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命，为福音作见证。又求你兴起更多属神的儿女，在香港各处活出道成肉身的生命，活出有爱的生命，为耶稣作见证，为真道打美好的仗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